南韩神剧《我的野蛮女友》在台北市万华真实上演，一名女子酒后跟男友起了争执，居然当街痛殴男友，这双方在大街上拉扯到衣衫不整还不停手，警察到了还失控怒飙远景脏话。你在干嘛啦？好了啦！怒飙男友不雅字眼，甚至还动手打人。女子吼到声嘶力竭，还是止不住怒火。你在干嘛啦？你在干嘛啦？远景到场也没在怕，我全部一起骂，因为被欠钱还被打，真的有够委屈。他欠我钱，他欠我钱还动手。所以呢，欠你钱，欠我钱还动手。好了。南韩韩剧《我的野蛮女友》在北市万华真实上演，而且地点就在洛阳停车场出口，靠近西门町商圈。当时晚上七点多，双方在大街上拉扯到衣衫不整，实在很引人注目。你是怎么动手的？我出现都是你害的。所以呢，小案件原本可以不用进警局，但没想到，我相信妨碍公务罪逮捕你哦。祸从口出，立刻被压制。野蛮女友挨兵政策让男友超心疼。啊，我操！别这么激动，我被辣椒水啊！不要别那么激动，好不好？好了，不要闹了，好了。等一下，好痛，很痛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无名便以不雅的词语辱骂远景，现场远景立即依现行犯强势逮捕。男女朋友为了钱反目成仇，当街大打出手，是一时冲动还是积怨已久？美好爱情已被一拳打碎。就李彩生、陈佳明采访报道。